我是公关列车长，那112年的3月1号，瑞芳红桥路，10:17，刷牌就是有列车要通过。不知道是这边还是哪边，只需要280赶快通过。啊，今天来跟他吃一下，吃一下东西，然后，那开玩笑算了，来拍个名字好。来，我的280次斗六发车，用三线刚好花脸，有三天行，准备通过。有280次斗六发车，用三线刚好花脸的，有三线行是2000米3020。那皮蛋豆朋友，绿色带新成绩，这家列车在瑞芳，瑞芳空调通过。拜拜，我的280次哦，再见，在瑞芳空调通过，斗六发车用三线刚好花脸。相信是2000米3020的皮蛋豆腐藤药，绿色带新城际自强列车终于来瑞芳红桥通过。火力来了，7505次火力。165三台电脑，加速接声音导车火力。拜拜，我的 idol 单台电脑加速接，水泥斗车火力7505次火力在北方空调通过。好，赶快再见，拜拜。